佛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出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啊，这一手办六句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佛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。大施主者，于一切人行大施。至于所施者，为是财或是法，经言思语，法施化矣，是为法施。景心思非之曰：于既贫苦啊，必财施故，是为财施。又宗建录九十五曰：以无发财，名为贫穷，故知普济贫苦啊，皆须发财并施。我们就看这一段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要学的，这叫修行啊！众生无量劫来养成什么？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啊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才搞六道轮回啊！如果这五样东西没有啊，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这五样，这个在佛法叫五毒啊！啊，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我们要想出离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东西非放下不可啊！内要把这个洗刷干净，不贪了，心就清净了，不嗔恚了啊，不再发脾气了啊！为什么？这个贪嗔痴慢疑叫地狱五条根呢，都是堕地狱的。感得的报应不好，这灾难，佛给我们说，贪心所感的水灾，嗔恚所感的火灾啊，火山爆发，温度上升不正常，这个都是嗔恚所引起的啊。愚痴感应的风灾，我们常常看到外国的这个龙卷风特别多，那每一次龙卷风损失都非常严重风灾。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，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陷，这常常听说土地的地一下陷下去了，这是有怀疑，就贪嗔痴慢疑啊。外面的怨恨恼怒烦啊，外面的放下，里面也放下啊，外面把怨恨恼怒烦放下了，里面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性愿痴迷一念都能往生，决定生净土啊！啊，这就是真正持戒。我
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这十个字是实质，实际实质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时时刻刻留意啊，它冒出来之后晓得造业了，要把它消掉啊，在这个时间骗人的很多，我们也上过很多当啊，受人欺骗的啊，怎么样呢？根本就不听了啊，若无其事啊，过去就算了啊，吃一次亏也长一点见识啊，下一次遇到会不会吃亏呢？也许还会吃亏，但是知道吃亏啊，故意吃亏啊，为什么呢？学佛的好榜样呢，慢慢让他觉悟，引他到佛门来，相信他会觉悟，他会醒过来啊，时候未到不必提啊，提的时候我们这个念头还没忘掉啊，吃亏上当也得要放下啊，心地干净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，清净平等觉现前了，这还得了啊，这就是无上道啊，佛给我们的机会啊，别人骗我欺我诈我怎么样整我，都是给我的机会，我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啊，把怨恨恼怒烦消灭掉，你能够正往这上面想想，你会感恩他了，要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功夫啊，我到底修到什么境界不知道啊，这来考试的，天天来考，天天通过啊，那发喜充满了啊，没有一句怨见有人的话，没这个念头啊，我们学佛得的好处就在此地啊，日子无论贫富，快乐幸福啊，烦恼天天清，智慧天天长啊，好事情。所以两种事都要有啊，才是需要啊，特别是现在人爱财啊，你要不是或者你要他的，他就跟你距离远了，越来越疏远，不敢碰你啊，你要常常要都给他，他就近了啊，关系拉近好啊啊，我们现实到后来的时候他会报啊，他也懂得事的好处啊，他能够接应很多众生啊，学会布施啊，布施吃不吃亏，不吃亏决定发财，为什么？财从哪来的？布施来的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财富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，才累积这么多啊，这个财你丢得掉吗？丢不掉，你把它布施光了，过几天又来了。春秋时代范蠡这个故事中国人记得很清楚啊，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恢复了国家，不容易啊，国家被灭亡再复兴，历史上很少例子啊，勾践做成功了啊，范蠡出的力最大了，
凡你知道越王勾践的为人，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啊，患难时候他需要你，啊，他对你很好，啊，言听计从。恢复之后，他就会讨厌你。啊，所以怎么样呢？逃命啊！啊，文种就没有他这个种智慧，啊，文种给他是这两个大夫帮助他恢复国家，结果文种是被勾践刺剑自杀。啊，范蠡聪明，带着西施走了，啊，改姓名叫陶朱公，做生意。啊，白手起家三年发财了，啊，发财把财富通通拿去救济贫穷人家，都风光了，留一点小本钱再走，三年又发了，三聚三散，啊，发了之后再分给救济贫苦，啊，再从头干起又发了，命里有财越发越多，啊，越多布施越多，所以中国人叫他做财神，啊，中国人供财神供范蠡，这正确的，啊，南方把关公当作财神搞错了，啊，财神供范蠡是对的，啊，就喜欢财布施，啊，一点都没错。我学佛的早年老师叫我修布施，弘法利生，啊，没有财也不行，啊，财从哪里来？布施来。我说我没有钱布施，他问我一毛也没有，我说一毛可以，一块行不行？一块很勉强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，真有效啊！生活所需非常有限，很少很少，啊，所以设方供养，我们就做佛事，啊，佛事觉悟众生的事，觉悟众生的最重要，帮助众生信净土。愿生净土，这了不起的大事啊！这是诸佛如来做的，我们肯做，跟诸佛如来走同一个道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